这边就是我们整个右上角是整个旧的都市计旧的都市计划哈，左边就是新拟定的新的都市计划。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整体规划的一个意向图哈。本会馆坐落主要干道台九省道旁边哈，交通动线非常四通八达哈。旁边也有规划公园的预定地哈。日后完成后，民众前来洽公，就可以享受到赏心悦目的绿地空间哈，还有配合宜兰河。